老实说，我接触红旗的车并不多，因为他们生产老百姓能开的车本来就少。上次接触还是在很多年前，那时候红旗 H7 刚出来的时候，当时对那台车印象是不怎么样，因为它的行驶品质还有它的一些细节做工方面真的是对不起它那个售价。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开过红旗的车，直到前几天我在地库看到这辆车，我老远一瞅，哇，这车还挺虎啊。然后走近一看，我说这什么车？哦，红旗。我说红旗现在做这么好了吗？来回看两圈啊，对这辆车产生了一些兴趣，所以说才想试一下它。然后呢，开了几天，我发现它确实是有进步，然后也有一些不错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这期老实说，咱们就详细来说。红旗 HS5 它全系是18到25万，就是准确说是18万多到24万9千8。这个价格呢，已经卖到了一个合资品牌中型 SUV 的一些相对定位低一些的车型的一个价位。我们这辆是21万3千8，是我们编辑部的一常的车，它是一个中配的四驱的车型。很显然啊，这个价格，红旗还是想做中国的豪华品牌，想做精品车。那我们就看看它的水平到不到一个精品车的水平。首先，这辆车从外观来看，它很大啊，在中型 SUV 里算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前面这个啊，这个大的尺寸的这个直瀑式的格栅啊，看起来很有辨识度。20英寸标配的20英寸的轮圈啊，前后都是255宽的轮胎，所以这辆车整个这个气势啊还是很到位的。它这个造型啊，虽然说现在大家的车很多都是这样的，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特点，不过它的细节上啊，它原创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这个头灯和那个尾灯点亮的效果是非常惊艳的。然后如果你打开门看它的内饰，效果也是非常惊艳的，也是一个豪华品牌的感觉。特别是那个用料啊，你看那个用缝线做出那种菱形的那种格纹，然后还有大量的皮革和 Alcantara 的包覆。当然连起来那两个大屏确实跟现在的奔驰的设计很像。到现在为止啊，就是你第一眼看它的外观，然后第一眼看它的内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大气很提气的一个感觉。不过当你详细去体验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来了。咱们从我上车的顺序开始说，我是先上后备箱里放东西，它这后备箱是带电尾的，但是不带感应开启。然后呢，我就打开后备箱，听吗？当时那个特别大那么一声当一声，然后弹起那一下啊，那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我稍微是小吓了一跳。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说这个车看起来挺高档的，怎么这种细节没做好呢？我就打了一个问号。然后我看一下后备箱，平整度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从它的尺寸来看，这后备箱不算大。然后我就到后座去，我想打开后门，然后把我随身的包甩在后座上面。我一看，哎，无钥匙进入啊，这不错啊，这有一小坑啊，很明显无钥匙进入。拉开车门，哎，拉不开。后来我知道，后门没有无钥匙进入，只有前门有。哎，我就想了，你说你要做一个精品车，你两个用同样一个模具，是成本是省了，但是让人心理感受很不好啊。虽然说车主后期啊知道这个东西，他对他这个使用上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十几万的车都已经很注意这些细节了，你作为一辆中国豪华品牌的车，你不注意这个细节，我觉得这对人感受是很减分的。当然了，他这个车啊有一个地方很好，它是带有一个叫做接近车自动解锁和离开车自动上锁这个功能，这点还是很与时俱进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个门把手不会让我心里头很不舒服。另外，它的车门锁还有一个地方，它逻辑很奇怪。当你的主驾驶车门是解锁，然后车辆是启动的状态，你从外面是没法打开车门的，就算你带着钥匙，你从副驾驶也没法打开，然后你拿钥匙摁解锁都摁不开，钥匙都解不了锁。这个逻辑也是非常奇怪啊！咱们假设一个场景，比如说我在等人，然后呢，我因为很热，我车不想熄火，我稍微吹点空调。我一看那人来了，哎，我下车去迎接他，然后我把人送到副驾驶，我给人拉车门，拉不开，这就很尴尬。所以这些小的细节上的一些奇怪的地方，让我觉得它在细节上还有很多优化的空间。现在正好咱们拉开后门了，咱们就从后边开始说啊。坐在这儿还是很舒服的啊。首先它这个坐垫啊
很厚很高，而且比较长啊，承托还不错。然后往后靠呢，虽然说没有什么包裹感啊，但是里边填充物也是比较软的。然后扶手放下来，再加上前面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坐在这儿不管说是这个氛围啊还是舒适度都还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设计，就是它左右两边这个后排都是可以控制两侧的这个窗户的，哎，这就很方便。比如说这个又假设一个场景，比如说这个你到人家做客，对吧，然后你上车准备走了，然后人家那边给你打招呼，哎，再见再见，你这后边椅子玻璃他看不见啊，对吧，你上那边打开玻璃他不方便，哎，你在这边，哎，你把这个玻璃摇下来，哎，拜拜，下次再来啊，别给我送那么多东西了，行，可以了，是吧。所以后排整体来说还是不错，而且它这个靠背的角度还是可以调节，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的做工有点问题。你看我现在拉动这个把手，哎，它靠背是不会过来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你看我拉动这个把手，它靠背，哎，它直接倒下来，对吧？这样的话，甭管是你是要扩充后备箱啊，还是说你要调节这个第二排的这个靠背的角度啊，都是比较方便。但是呢，如果我这样的这边拉这边它不动，那我只能用手去把它给掰过来。后来我发现它设计其实啊也是应该是动的，它并不是说就这么设计的，而是说也不知道它这个座椅的这个宽度啊什么的没设计好还是怎么着，它在这里边它特别挤，它被卡在这里边基本上是，所以这个做工上也是有点不是很精美，哎，行，我们再到前排看一看去。坐前排这人机工程就不是那么好了。首先你调座椅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方向盘它可以四向调节，但是呢你就算拉到最靠外还是有点远，那么这样我就得把我这座椅的靠背稍微往前顶一点，我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坐姿。而且这个方向盘你拉的时候，它里边那个阻尼啊劲儿特别大，而且这种摩擦的声音让你感觉很不好啊，显得比较掉价这种感觉。完了，它这个座椅的人机工程，特别是这个靠背啊，相当不好。这个腰这块如果想顶好的话，那一靠背，你看肩部这块是空的。我如果是想要把肩也靠上的话，那我就得这样。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开车，就是相当于这个手势，我以前在别的车上也做过，就相当于你整个人你靠在这以后，你的靠背是像你的背是要往后稍微去贴点上那些座椅，但是这样你就很不舒服，所以像你平常开车只能这么开，你要这么开的话，那肩部支撑就没有了。然后前排这个头枕呢挺不错的，是可以掰过来，哎，头靠在这上面，虽然说它掰的角度不大呀，最起码比没有强，但是当然主驾驶这个可能用处不是很大，就是在你可能放倒睡觉的时候有用，那副驾驶呢就可以，哎，有点用处了。后排其实如果有这座椅的话，这个头枕的话会更好一些。然后整个这个氛围呢，这些皮子啊什么的都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是摸起来还不是那种很廉价的皮，这手感还是比较亲肤的，再加上这个 Alcantara 这种组合，哎，确实高档感是有的。但是有一点做工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感觉它这个缝线啊，这个边儿不是特别齐，而且有些地方呢有点小凸起，这块如果是能够再精细一点啊，感觉会更好。然后这些按键的话，它的装配工艺还可以，大部分都还可以，像这个键稍微有点松散，但其他的像这个，哎，这种回馈感，哎，精致这种小声音还是不错的。然后D台这几个按键啊，看起来这个金属质感呢也都还可以，虽然说这个中间这个驾驶模式选项这个钮吧显得稍微有点突兀啊，有点大放着，但是总体感觉还不错。配置上的话，这块有前排的这个加热通风，然后电子手刹，然后这块还有手机无线充电，然后 HUD 抬头显示，360的全景影像，而且它全景影像还会自动切换各种模式，还有 3D 模式。但就有一次我在地库停车的时候，它后屁股已经离墙很近的时候，
它的后视摄像头自动切换到垂直视角，然后那块的那个显示效果非常差，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见，这点还需要优化一下。配置水平跟同价位的合资品牌比还是高出不少，能达到一个中国品牌的一个水平。当然也有两个遗憾，就是到了21万这个级别，它没有这个 ACC 的自适应巡航，还是比较遗憾，只有顶配有，然后就是没有这个座椅记忆啊，这两块比较遗憾。启动，洋洋得意之际，它这前面两个大屏啊，这个仪表盘的大屏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两个指针带起来那个红旗的效果啊，创意很不错，而且这个效果也是做得挺好。HUD 的这个效果啊，不论是从这个功能的这个丰富程度以及这个显示的清晰程度来说，都是还不错的。这个大屏里面呢，有一个四驱的显示啊，你可以看到啊，它是显示现在是 AWD， 就是一个四驱的状态。然后呢，只有调到经济模式的时候啊，它这块会变成一个两驱，它是显示一个二WD， 就是一个前驱的状态。但是后来我仔细一看，哎，这不太对呀、啊。这个车它明明是一个横置发动机的一个前驱平台的一个车，但是它这块这个图它给的是一个纵置发动机的一个图，这个我就纳闷了，你说它是弄错了吗？这个应该不至于吧，难道说你是故意要显得这辆车比较高级一点吗？这个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啊，这就有点像那种小时候去那个批发市场啊，买到那种比较山寨的东西，然后上面的那些图画是一样的，这个让人对这辆车感觉一下就打了很多的折扣。然后相比这个仪表盘这个屏幕啊，这边这个多媒体这个屏幕显示效果可能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但是总体效果也还凑合，而且反应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啊。当然现在这样做的车很多啊，就是纯触控操作，不过呢，大家一般来说都会去采取一些措施来去让你尽量的去少这个摁这个屏幕，因为毕竟纯触控操作它对便利性以及安全性都有这个影响。比如说有的车是把这个屏幕设计的比较靠前，然后这样你点的话可以这样直接这样点，不过这辆车呢还是得稍微探着身子点。还有就是说把它做成比如说像卡片式啊，或者说是把各种功能都尽量放在一级界面上面，但是这辆车也不行，只是说设计了一些啊快捷功能，但是说很多的功能还是得去进到一层一层的菜单里面去调。然后呢，它比如说在这个界面上我要想回到主界面，那我没有实体按键，我只能摁它这个 home 键，这 home 键很小，所以在开车的时候我得去找这个 home 键摁一下，这就不是很方便。另外还有一些车呢，比如说它会在下面设计一个这个控制屏啊，当然它也没有。另外呢还有一些车，它是把这个语音控制系统做得很智能很好，但是这辆车的语音控制系统做得也很不好。比如说你好红旗，你好，菜单，抱歉我还不会这个，你能做什么？我有如下功能，您可以这样问我，或者直接说取消。你好红旗，在呢，加油站，为您找到以下结果，第四个，您可以说第几个，下一页或取消，第四个取消。你好红旗，卡住了。你好红旗，我在加油站，为您找到以下结果。第四个，好的，开始导航，准备出发，全程无取消导航，大约需要14分钟。你好红旗，我在结束导航，抱歉我还不会这个，取消导航，我先休息一下，有事再找我。你好红旗，我在关闭导航，导航结束。它不是一个智能语言识别，而且它已经既定的命令非常少，非常不聪明，
所以这套多媒体系统虽然说它的界面还可以，然后以及它的反应速度还不错，但是拿到现在这个市场上来看，这套系统的便利性什么的还是很一般的。另外它还有一个让人比较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你看我这个左手边这有一个 mode 键，比如说咱们先试一下，我现在手动切到蓝牙音乐，然后呢我点这个 mode 键，它就会回到 FM， 然后再点 AM， 再点 FM， 点粮食不长草，切不回蓝牙音乐了。也就是说我要想切回蓝牙音乐，我必须得用语音去切回去，要不然就是手点切回去。这个逻辑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啊！这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的这东西。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上看啊，头顶上这块这些这个灯光和这个天窗控制区域啊，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状态啊。你感觉它这些应该是实体按键，但是你按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触摸的按键。这个我想半天我也没想明白，它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就是。是为了跟人开个玩笑吗？想要俏皮一下吗？不太能理解。既然你是触摸式的按键，那么你就做成触摸式按键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是触摸式按键，对吧？这个不明白。这个遮阳板的话呢，一般来说啊，大部分车的设计就是你打开一点这个挡板，那么说它这个灯就会开。但是这辆车呢，它是要开到头，哎，这个灯才会开。其实这样也挺好，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控制这个灯的开闭，然后当你不想去开的时候，你打开一点镜子，哎，只要不开到头，哎，你就可以不开这个灯啊。但是呢，里边这个板子它这个阻尼吧不是特别好，如果说是能设计的更顺滑一些啊，会更好一些。看到这些细节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我是觉得，虽然说啊这些东西，当你要是一个车主的话，你长时间使用你会。就是习惯以后你会觉得可能它不会影响你的使用，但是呢一辆车好不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这些细节去决定的。我们在试驾一些别的车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这个车上的这些东西让人觉得这个车做得很用心，那这辆车这些细节反过来说就会让我觉得这辆车做得很不用心。现在你已经很难在一辆中国品牌车上，特别是一些想要做好的一些车企，做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车型上面，看到这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设计了。所以有些这些东西在，那这辆车还能算是一辆精品车吗？HS5 它是高中低配，从中配开始就有四驱可以选，有中配的四驱，还有高配的四驱，中配两驱，高配两驱。这台车是213,800，是一个四驱车型，配了一个适时四驱的系统，然后四轮呢都有电子限滑。在我们的滑轮组测试里面，它可以通过交叉轴的测试，也可以通过只有单前轮有附着力的滑轮组测试，但是没有通过只有单后轮有附着力的这个滑轮组测试。但是这个表现呢，在承载式车身的 SUV 里面已经算是中上的水平了。相比之下呢，很多中国品牌车型它是没有四驱系统提供的啊，没有四驱车型提供。然后跟合资品牌比呢，它这个价格又比同级别的合资品牌的四驱车型要低一些。所以说，对于 HS5 来说，它的四驱算是它的一个优势。这车全系标配 2.0T 的发动机，224马力啊，参数还是挺好看的。然后标配的是 6AT 变速箱。理论上说啊，这套动力总成应该属于是一个优势啊，因为。它跟同价位的合资品牌比，它的发动机排量还是大一些的，但是呢它的绝对动力呢又不是很强。从参数来看，官方的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8.7秒，但是我们实测呢这辆车是9.69秒啊，这个比官方成绩还是慢了很多。那它这个数据呢正好也是跟那些同价位的合资品牌的小排量发动机的车型的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差不多。所以说如果你抛开排量不说的话，它的这个加速能力在这个级别上还是对得起这个售价的。从实际感受来看呢，它这个油门响应在低速的时候还挺快的，但是呢速度起来以后啊，限于这个油门响应还主要是它这个变速箱的这个反应，动力响应还是比较慢啊，所以整体的这个动力的感受只能说是一个中等的一个水平。
看啊，现在低速，哎，我这么着踩起，哎，触发了一个主动刹车啊，这也是它的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配置。我这么着一脚，哎，低速的时候这么一脚，哎，感觉还是挺灵敏的这个动力响应。但是如果速度起来以后，然后你突然，特别是你突然比较深的油门的时候，那它就会可能有时候会等很长时间，甚至有时候会等1到2秒啊，这个就比较急人了。然后行驶品质方面呢，两方面来说啊，这台车它转向其实质感还挺不错的，以及你看现在打转向灯，它这个，哎，这个高级感啊，像一个，哎，挺就是打磨过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一个。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收音机突然开了啊，这个我不太能理解，我什么也没碰到。就它这个转向灯的这个声音啊，其实也挺好听的啊，这些方面其实还不错。然后它的悬架在低速过那种减速坎的时候，哎，你会觉得这辆车挺舒服，而且落地那下啊，很稳、很柔、很舒服啊，这个还是不错。但是呢，它的底盘一旦遇上那种坑洼路面，或者是说连续起伏路面，或者是说有小石子那种碎石路面的时候，啊，它的表现一下就判若两车了。首先是它的过滤不是很好，就是你会发现那种很小的那种颠簸、那种细碎的震动都会传到车里面。然后在低速行驶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发动机的震动还是哪震动，感觉这个方向盘啊，它会有一些轻微的震动啊，这个会比较影响高级感。另外呢，底盘所传来的这个噪音，特别是在路况不是很好的时候，这个噪音真的是相当明显，就感觉很直接的传进车里面了。所以这一点，这都属于是这个 NVH 的范畴啊，就在这个方面，它的底盘的这个 NVH 做的确实是不太能对得起这个价格。总结一下啊，红旗 HS5 个儿大，外观内饰看着漂亮，大气上档次，全系 2.0T 21万多就有四驱，而且还有比同价位的合资品牌好很多的配置，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精品中国品牌车型的特质。但是它的那些缺点让它落后于这个时代了，比如说它的前排的人机工程设计不怎么样，比如说它有些做工还需要提升，比如说它那些不太用心的小细节，还有比如说它被 NVH 拉低的行驶品质。